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已经三级警戒，警政署长陈家钦为着慰劳南投警方，订购为送每份200元的署长元气便当了后，29号又阁升级送来每份250元升级版的署长元气便当，为南投第一线环境加油。记者来到中兴分局实地访问，发现餐厅业者家己各种便当升级，内面有小龙虾、甲法式猪排两项主菜。一名善心人士廖先生嘛，响应活动订冰咖啡，请馆经理，实在是足甘心。哇！一拍开便当，内面有两项主菜：小龙虾甲法式猪排。配菜当中，阁有宫保鸡丁、炸鸡卷等等，总共11项菜式，阁有米素鱼汤，会当讲是便当当中的满汉全席。对啊，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哦，很多外带的店，甚至很多餐厅哦，都已经停止营业了。我们这边反而比较少能够叫得到这么丰盛又美味的餐点。在平常的话，我们不会吃到这么丰盛的便当啊，而且它是用便当的形式，其实而且很棒，然后菜色也很多样，可以兼顾营养，然后又可以吃得饱，很棒。现在防疫有关是三级警戒，近日阁有变种病毒考验着政府的应变处置，为着慰劳持续徛伫第一线守护人民的环境。警政署长陈家钦今日是再次请南投警方吃便当，而且指出提升为一份250元。餐厅业者知影是要请警方的便当，竟主动将便当升级。另外，阁有一位善心的廖先生为超顿订咖啡，请馆经理。南投县警察局全体同仁都非常感谢署长的慰问跟支持，以及善心人士响应捐赠的加油咖啡。我们也持续要求同仁在出勤时应该落实穿戴防护装备，定期实施驻地及公务车的清洁工作，并注意个人的身体健康，随时的向我们分局反映。我们这样子来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，继续面对未来的防疫持久战。环境原本就要执行治安、交通、为民服务等勤务，现在已经严重。该协助卫生等单位防疫宣导已经调查，处理违反防疫规定事件相当无严。不过最近各界送来爱心，算嘛，让因感觉一切拢真有价值。记者欣喜参报道。